好，我们来教大家快速裁字哈。这边有做部件，这边有魔术棒，好，点这里，然后按 Shift 键，这样就选起来了。再来按 Ctrl C， 好，然后开新档案 ，OK， 然后按 Ctrl V， 好，存成 PNG 档就 OK。